大家线上诶朋友，大家好。今仔日是3月18日，2023年，第79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由我美玲来主持。咱今仔日真欢喜，请到罗马到15号诶制作人姚文迪。先生来甲咱开讲，伊今仔日要讲的是刘马古19、15号甲台湾电影工业。伊要讲以前，我先来介绍文迪。文迪是我伫1997年就相捌的一个，迄阵啊，伊是一个真勇气的少年人。伊伫谢长廷来高雄，要参选一个市长。高雄迄阵啊是一个真无进步的工业都市。伊来到高雄，足有勇气啦吼。迄阵啊，谢长廷先生吼有带三个人，一个就是姚文迪，第二个就是郑运鹏吼。去年选同市长，不幸落选吼，同县长是嘞。搁一个吼，叫做林耀文吼，因三个，即三个少年的吼，缀伊来，因迄阵啊，有当啊会含我的头家吼，我先生吼，因为伊在是中山大学经济系研究所的所长，所以拢会去甲伊甲伊。谈代志吼，谢长廷伊阵啊，就叫阮先生讲，对个经济政策吼，高雄的展望吼，叫伊讲家己写一寡一寡文宣安尼吼，伊就尽力啦吼，我吼原来真低薄啦吼，就走去甲谢长廷做敲电话吼，求票安尼吼，是伊阵啊个英文字吼，实在是足少年，阮先生足乌鲁讲。台湾足有希望啊！吼，有参照姚文迪即款的少年的要来高雄来奋斗吼，真欢喜，就是讲因努力吼，赢啦吼，这就是开创着高雄头一摆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这嘛是一个真困难的任务啦吼，所以伊吼都是一个真有创意啦吼，即句在台湾讲袂出来，诶人吼，伊尾仔有入去市政府做代志，即中间对高雄上困难的代志做起，就是迄条高雄本来正水的爱河吼，变做臭水沟，伊就是即个主持来做这个整顿爱河的推手吼，足成功吼。顶头即马潘公公阁有船啊通好行吼，改变台湾高雄上大的心态。第二项呢，伊有做一个就是叫做博尔特区吼，这嘛是吼改变你个高雄吼文化的上重要的一个基点吼。迄阵啊。伊会努力，后来呢，伊也足有勇气，搁再去台北挑战台北的市长的选举吼，这是吼，嘛是真困难的任务，但是吼，伊拢毋捌论讲输赢，就是吼，一直咧替台湾拍吼，伊一向足有迄个文化气质吼，伊的迄个咧选台北市长的时吼，对的迄个。大巨蛋附近的迄个计划书吼，哦，伊若做市长的时候，哦，迄阵啊，我看一个讲，哇，即个若真是做台北市长吼，不得了安尼哦，所以我伫台北吼，实在是暗中吼，一直替伊咧邮票吼，但是所以咯，天不从人愿啦，所以吼，不幸吼，伊落选，但是伊落选的时阵嘛，足有勇气，伊讲要退出政坛。哦，迄阵啊，我想甲足艰苦，我想讲，
啊，这么好的一个人哦，台湾需要参与这款的清流啦吼，啊，但是伊都全个认真哦，投入于这个电影的事业，伊毋是为着要趁钱，伊为着要甲台湾人讲，咱台湾人有啥物过去吼，无人知影的历史吼，啊，今仔日吼，我足荣幸吼，我会当会来介绍伊吼，这个是咱台湾人吼爱十分的来支持伊吼。伊替咱讲出咱一直拢无法度讲的话，用电影来表示哦，所以今仔日咱来听伊讲即、这个罗马到15号哦，伊也留真多的时间，互咱来甲伊发问哦，希望讲较快，逐个踊跃甲伊发问，甲伊做搁较好的建议安尼吼，姚文子，请你讲，来。先来看这个影片吼，短短啊，嘿。全部下台，干什么？我思念的卡桑，我已经来到回首岛，我的家境好，请你唔通操烦。と反省してるんです。自分の何か言ってなかったのか。常言说你随便定义随便是共产党，我自己想看你儿子啊，用血在这边签个名就大哥了。我们母子不恩啊。醒来的时候，咱就要笑笑来面对，因为这是反抗上高的境界。紧张，没开始不？OK，会使，开始啊，嘿，请你讲吼。好，大家好，我是姚文迪，拄则真感谢大家来欣赏《龙猫狗十五号》这个预告片吼，啊嘛真感谢美玲姐啊，拄则讲到我20年前，其实对我讲的故事已经是20年前的代志哈，其实我一直感觉足感恩啦吼，就是讲，我少年宣插政治吼，啊嘛真 lucky， 迄个真紧到机会吼，参与着伫高雄市的选举也好吼，迄当时迄个选举是非常的，即、這个会使讲是惨烈啦吼，北京话讲惨烈吼，迄个选举啊，阵营了后伫高雄市参与着即个都市的改革。哦啊，所以我参与爱河，参与高雄市，佮真济大大细项吼，包括对我讲的博尔艺术特区、美丽岛站、美丽岛站吼，啊，其实迄档电影我都真关心啦吼，啊，所以伫文化上我本来就有真济想法滴吼，拄则感谢迄个美玲姐啊吼，你讲你着过去迄段吼，啊，过去伊也含阮同共同拍拼吼，一个真感恩，我一直感觉讲。参像阮安尼，当年是少年囡仔啦吼，有遐尼好个机会会当发挥，啊，替台湾做代志吼，迄是一个足幸福吼，啊，足值得感恩个代志啦。所以即使讲吼，即、這个选举选输啦，啥物我拢感觉讲真好吼。而且我即摆要拍即个电影吼。以及我未来要推动的吼，一出接一出的电影吼，
其实我得甲大家报告吼，我拢是咧替台湾，我感觉台湾吼需要有遮个故事来讲出来，台湾袂使伫即内底吼空白啦，台湾的历史袂使留白，台湾伫即马世界上强咧，即个上有影响力的即个媒体，吼电影甲电视，吼尤其透过网络即个时代吼，袂使阁安尼常常拢看无台湾的故事。哦，啊，台湾囡仔袂使拢咧看韩国片、看日本片，哦，啊，看好莱坞是全世界拢咧看是无唔对哈。台湾，但是台湾人一定爱有，哦，啊，所以我这个想法咯，其实是2005年，哦，我做过新闻局长的时阵哦，我就一直咧思考，哦，啊，我迄个市长无选掉，我就感觉讲啊，无我干脆，哦，迄个遐侪年无人要做的代志，哈。我希望讲，我来变化卖啦，我来变化卖吼，因为即摆咱咧讲电影吼，其实是咧讲电影啊，甲电视吼，啊，就是其实就是伫即摆网络的时代吼，即个甲台湾的故事用各种无同款的形式吼，会当讲予咱的少年一代，讲予咱的台湾人吼，啊，讲予想要了解台湾的世界大家听。啊，所以有的人感觉讲我离开政坛哈，其实我有当啊感，有当啊想想讲，好像拢同款的哈，我好像拢同款哈。我捌打一个比喻啦哈，讲你拍电影哈，是咧拼票房；啊，你选举哈，是咧拼选票。啊，拼票房的时阵，头前几个月我那是安尼无名无实做拍拼；啊，选举哦拜票哦，我那是无名无实，哦，其实足同款的啦。就同款嘞，吼，迄个电影若成功，票房好，吼，卖讲趁钱，卖了钱，吼，啊，但是互搁较侪人知影迄个故事，吼，就敢若当选同款，吼，啊，选举嘛是同款，吼，所以，坦白讲吼，其实我的心情是差不多拢感觉讲吼，其实我就是想讲。台湾吼欠人欠我做啥，我就来做啦。哈、啊，其实就是安尼个心情哈、啊。反正大家听起来是唱高调吼，但是我嘛感觉讲唔知安怎呢，我就感觉讲这代志无人做，我足艰苦个。啊，啥物好多这代志无人做哈、啊？我举一个例，就是最近台湾吼，佮上映一出电影，叫做《悲情城市》。啊，《悲情城市》当年伫1989年上映的时阵哦，伊得到世界性的大奖哈，或者威尼斯的影展的金狮奖，这是足无简单哈。所以威尼斯《悲情城市》的成就即、這个啊，坦白讲吼，也是台湾电影吼，是另外是一个里程碑啦哈。啊，虽然有个人感觉《悲情城市》有另外无同款的看法。也毋过，我感觉伊伫即个电影诶工业内底吼，坦白讲，伊是甲即马吼，要是即个徛伫吼上悬诶位置，吼、哦、啊，但是咧，33年过去吼，即、這个 BBC 啊，最近英国诶 BBC 电视台吼、哦，做一个节目，讲叫做《从悲情城市到流麻沟15号》。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哈，顶管去查哈，哦，悲情城市到流麻沟15号，哈，啊，伊咧讲的就是讲咧，白色恐怖的代志哈，透过这两出电影，把台湾过去这个威权统治迄个时代的故事讲出来，啊，但是我较注意的是讲有一个问题，就是讲，33年过去啊，哦，30多年呢，哈。台湾安尼个电影吼，实在是太少太少吼。拄则有一位神拜讲到讲，即个《天马茶坊》吼，迄也算一出吼。反正有前几年有一个《返校》也算一出吼。啊，万人导演呢，或者《超级大国民》迄也算一出吼。但是大概是十几镜头吼，算袂到吼。所以台湾呐是安尼去讲家己个故事。伫即马即个网络、即个科技这样发展的时代，尤其全世界拢伫瞩目台湾，哦，伫个乌俄战争，伫个美国甲中国的关系，台湾这么重要，全世界伫瞩目的时阵啊，
你才发觉讲，台湾家己讲家己的故事太少，世界对台湾的了解太少，咱的后一代对台湾的历史的过去，认识实在是无清无楚，所以我相信大家就知影讲吼是安怎，吼，这个这个电影应该爱有人来拍，吼，啊，不但爱来拍，我的电影公司叫做探台湾呐，吼，拍了爱好好探出去。伫探向海外的台湾人，探向世界关心台湾的好朋友，探向未来后一代，因拢会当来了解咱的国家啊，咱所心爱的祖国，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啊。所以我离开政治来拍电影吼，其实是安尼的心情啦吼，安尼的心情啊，所以。真感謝大家今仔有這個機會吼，佇遮甲大家開講。吼，我是今仔要講的，就是講大家共同來探台灣。吼，我今仔的題目吼，是講對羅馬到十五號開始，咱看要安怎來，吼，三甲努力來探台灣的故事。吼，好，這就是我要甲大家報告吼，我今仔可能講話講較少的。但是我要开放较侪时间吼，给大家问问题，咱再一项一项来讨论。好 ，OK， 我先甲大家报告讲，反正足侪线顶的神拜，足侪好朋友也未看过这个《罗马到十五号》哈，《罗马到十五号》其实伫咧台湾上映哈，即马目前伫世界的影展内底哈，真麻烦咱的荧幕会使开始震动哈，迄、那个拄啊迄位神拜哈，咱已经得到鹿特丹影展哈，咱已经入围哈，鹿特丹影展差不多世界四大影展以外是真重要的哈。过来当然我嘛要参加 Toronto 影展哈。即马瑞士有一个这个 Flyball 下一页哈 ，Flyball 的影展，那么已经入围哈。有各有其他哈诶影展来参加哈，其实伊的口碑也袂歹。这次电影是对2012年伊一本有就出版一本书，这是曹清荣先生含郑南榕基金会的足侪志工朋友吼，大家共同作为口述历史的访问啊，伊的书名就叫做《罗马到十五号》啊，伊是伫记录1950年代伫火烧岛迄个时阵呐，绿岛这个女主的集中营的故事啦哈。迄个时代，其实女主的集中营总共才3年。伫迄个时代，因为经过1949年蒋介石撤退来台湾，美国加是毋是参与韩战，韩战以及世界冷战的关系，伫迄个关系内底所发生的种种的故事，其实透过罗马到十号，你嘛在看到迄个时代，规个世界政治的转变。以及伊这个转变所影响到台湾，那么后日啊，这出电影伫咧2020年哈，咱开始坦白讲，这出电影是吼，足侪小额的股东吼，大家吼，叫我拜托来帮忙的啦。就是讲吼，我因为过去参与政治，当然也有一寡好朋友支持我，我离开政治了，有个人感觉讲，你哪会安尼不务正业吼？但是嘛，有个人经过我甲因报告了后吼，因感觉讲，我来创电影吼，其实也是一个真重要个代志，所以有一挂股东啊，大股吼，一个其实才300万啦吼，大概是10万美金左右哈，一个安尼累积吼，这是算大股吼，啊，佫有佫较细股个吼，迄个几十万啦，是几万啦吼，而且佫进行。群众的募资啦，这个群众的募资就是伫网络内底吼，迄个向广大的网友来募资哈。结果伊伫2022年哈，伊得到群众募资电影的第一名哈。对，阮才无40天哦，已经无代表1000多万哈。所以迄当阵的，我那得到真济支持吼，非常感谢。因为安尼，所以下一页哈，咱的电影啊。有的人看过知影哈，这个看到最后的时阵哦，唔通急要离开哈，因为有史上最长的感谢名单，因为是群众募资的电影哈，
所以足侪大家出几千块，或者是几百块吼，迄、那个名吼，拢伫个即电影的最后吼，所以迄个名单足长足长啦吼。所以阮怎做两首歌吼，两首歌唱了，甲遐名单送了吼。总是讲即出电影吼是累积所有关心咱台湾历史的足侪好朋友，大家共同来支持的电影吼，所以有最长的感谢名单。好啊，请下一页，好不好？啊，过来，这次电影哦，伊伫个2022年10月28号哈、哦、上映的时阵哈，迄当阵咱邀请赖副总统哈、哦，啊，以及大家看影像顶管哈，含这个政治受难者，这位受难者是张长美女士啦哈、哦，啊，当然佫有其他的受难者，因共同来出席这个首映会，啊，迄天其实是非常的盛大哈。哦首映会了，票房其实也非常好，哈、哦，差不多前几礼拜哈，拢是台湾国片的第一名，啊、哦，第一名，下一页好不好？哈、哦，所以哦，伊总共播偌久啊？伫台湾的电影院哦，播要3个月啦，一直到2月初228前夕哈、哦，因为搁刷的就是《悲情城市》啊，哈、哦，啊，所以阮大概在2月初。啊，离首轮院线下档，好、啊，阿爷票房呢？下一页哈，伊伫2022年哈，伊伫2022年是台湾国片的第三名，下一页，嗯，还是下一页。用刚遐下集用，你转袂过是无？哦，不要紧，不要紧，无继续哈，伊票房是4000万哈，讲起来也是成绩也袂歹啦哈，啊，伫外国影展啊得奖，募资也第一名哈，啊，搬3个月，啊，口碑也足好哈，足侪人我来去看，但是不过哈，伫这个来报告，伊票房总共累积是代表4000万的哈，是2022年，就是去年台湾电影的第三。也毋过因为即出戏要搬迄个时代吼，要搬迄个时代，其实伊开的钱吼是代表8000万，吼，所以其实是到目前为止是了钱啦，吼，了钱啊，所以即摆佫要想办法讲，我若要去世界其他的所在，吼，啊，我若要佫继续要有卖版权啦，吼，用甚物方式吼，看会当甲即个投资的成本吼，会当回收倒来吼。啊，回收回来要创啥？回收回来再会使继续来拍后一出，吼、哦。所以这是罗马到10号目前的情形，吼、哦。啊，伫美国，因为各位即马线上的好朋友，吼、哦，参加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的好朋友，应该拢是伫北美较侪，吼、哦。那么阮4月份会去日本，啊、哦，7月份会去北美。主要是美东已经是确定了哈，美东的夏令营已经确定了，啊，9月份应该去澳洲，啊，所以阮希望讲，因为本来看台湾的意思是要甲台湾的故事传向世界，所以咱是要透过安尼的努力哈，先予世界哈会当开始了解，啊，当然这个电影未来也是希望讲公开放映哈。伊透过商业的机制，当来进入这个主流的市场，所以版权的贩售，即马拢要你谈。好，这是罗马到10号，麻烦等于看台湾去呀，好不好？哈，看台湾上一页，好 ，OK， 谢谢，哈。大家看到讲，其实我这间公司叫做看台湾啦，哈。啊，看台湾，伊是迄句话，我相信大家知影哈。伊就是讲。这个旱季唔惊落土烂，啊，只求气候代代传。希望讲会当甲台湾的价值、台湾的精神、台湾的故事，哦，会当一传十，十传百，哦，会当来这个生传，会当来这个传开，哈，会当予搁较侪人，哦，会当来传播出去，会当来知影，哈。啊，我感觉讲台湾，其实我咧思考台湾的问题啊，哈。当然我选举，讲到都都市的问题，迄另外一回事，哈、
我自2005年伫行政院做新闻局长的时阵，我关心台湾的电影电视的发展，我一直就感觉讲，台湾吼，应该是全世界上需要拍出家己故事，吼，上需要发展或者国家软实力的国家，吼，这个代志是足重要的，吼，什么叫做国家软实力，吼？即、这个国家软实力当然就是相对于硬实力啊，硬实力其实就是工业生产哦，较有形的、较物理性的哦，经济的生产的成绩，迄、那个部分台湾这几年啊，当然非常的好。台湾变作就譬如讲台积电啊，变作世界晶片的这个掌控者啊，台湾已经出到足强的位置，哦，啊，不过台湾另外一方面软实力的发挥，啊，就是讲诶，规个文化的力量，或者是台湾的故事的力量，哦，台湾外交，哦，或者是其他会当来互世界来了解台湾、支持台湾的迄个力量，我感觉咱要做了要无够，哦，这个无够是啥物意思呢？咱若比较讲，哦，犹太人伊做诶。哦，犹太人伊做诶，哦，伊伫即个战后吼，世界诶犹太人伊影响国际诶对犹太人的理解，哦，比包括讲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即个代志吼，差不多伊每年拢有一出两出足大诶电影吼，来推动来杀，哦，全世界拢了解讲希特勒是偌残酷，哦，诶，但是世界拢无啥了解讲。蒋介石甲毛泽东，因是安那对待因的人民，吼、哦、吼、哦，所以这是咱来做的代志。哦，另外一个例就是讲韩国，吼、哦，韩国伫个这20年，吼、哦、是还是30年之内，因的电影电视的发展，吼、哦，会使讲是突飞猛进，吼、哦，会当讲，吼、哦，即卖已经是直逼好莱坞，吼、哦，因的故事，包括咱台湾人的少年囡仔，哈韩族，吼、哦，看韩剧，吼、哦。因的影响足大，哦，啊，因对国家的影响有无？哦，其实因足侪电影的题材哦，对因民主的深化，对因国家的认同，对因人民的团结，哦，拢是足重要的代志，哦，啊，在我看哦，咱台湾无法度参加国际组织，哦，咱国家无法度正名，咱无法度参加联合国，台湾比韩国、比犹太人，要搁较需要发展，哦，这个啊，做国家的软实力，国家软实力内底上重要的一项就是电影电视啊。所以我讲这么济啊，主要要甲大家报告讲哦，我唔是无缘无故离开政治的啊。这个美玲姐都要讲啊，真可惜。其实我是安尼想哈，我真正安尼想就是感觉我感觉讲啊，立委我那霸外哈，啊，足侪人也真熟手啊哈。应该哈，我会当予别人来做，我来做这个台湾咯，真欠款，啥啊真欠款哦。我拄仔讲北京城市33年来无几出哦，啊，咱的这个电影电视的发展哦，咱查韩国即马已经查足远哦，即马网络因你讲哦，就看不到车尾灯啦哦，咱就需要急起直追，咱就需要对心态来改变哦。哦，搁较侪人来讲吼，咱甲台湾的故事一出，安尼一直讲出来。哦，啊，咱嘛爱讲搁较侪世界关心，即个美国甲中国关系内底，吼、哦，台湾伫即个台湾即个国家伊发展的真相。哦，啊，这就是坦白讲，这就是对个国家软实力吼最重要的代志。哦，啊，所以这也是看台湾电影公司的目标啦。哦，所以我这个电影公司的目标就是讲，看个台湾的故事文化价值，吼、哦，对内，吼、哦，会当让更较侪人了解，尤其是咱的少年一代，哦，咱少年一代对过去的故事，对2.28的故事，对白色恐怖的故事，吼、哦，对过去咱经过什么款的困境，吼、哦，安尼坎坎坷坷，流血流汗，才有法度行到今仔日的繁荣、甲发展以及民主。哦，啊，这个民主的价值、人权的，这个坚守啊，哦，真正需要继续来传。哦，第二就是讲，伫即阵时个时代，咱
会当吼，互世界了解，吼，啊，这也是，其实这也是一个吼，足重要，甚至以后可能是一个吼，足重要的生理，吼，伊必须爱带向主流的市场，吼，必须电影爱有票房，吼，电视爱有收视率，吼，这拢是牵涉到吼，这个咱的经济生产活动，吼，台湾后一段后一个阶段需要做的代志，吼，那讲一个较夸口的吼，就是讲。台湾头前有晶片，我认为后一个时代哦，AI 全世界拢在做，但是咧，这个台湾的故事，电影、电视，伊有足大的独特性，这个部分是爱做的。罗马到十五号就是伫安尼思考内底，第一出来去做，啊，虽然讲伊是第一出，伊后壁还要有几啊出，要搁努力来拍片，我希望来，建立一个台湾吼电影电视的路线，吼，这个路线咧，吼，真正是有法度帮助台湾，吼，台湾的价值精神会当搁较凸显出来，吼，咱的迄个所有人会当搁较认同，咱的感情吼会当搁较团结，吼，这个物件需要有人伫民间安尼来做，吼，所以我实在讲，有当我想想讲，我安尼敢有离开？根本离开政治，好像嘛无离开哈，啊，但是实际上当然也是离开，哈，啊，这个推动也非常，其实也非常的困难，哈，因为宝宝哈投资，啊，投资有的人无理解哈，啊，开足多钱，啊，真侪人嘛感觉讲，这个啊，你啊空啊，等下了钱你搁咧做，哈，啊，但是咧，就算了钱，嘛是爱做，哦，啊，所以无主电来拢真困难。哦，啊，不要紧，我是欢喜做甘愿收啦，哈。对啊，直接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未来若是有继续要搁拼落去吼，再拜托大家支持。哦，所以大家看到画面顶面有一个罗马到十五号吼，伊未来要发行或者广播珍藏版。什么叫做广播珍藏版？就是讲吼，伊未来这个版本吼，会使伫个小型的团体、小型的组织。会当公开放映，哈、哦，过去的这个 DVD 是家庭用，是私人放映，哈、哦，但即马要发行的是讲会当你小型，因为我感觉做者哈哈，哈、哦，现实在是海外做者朋友，哈、哦，也会当透过安尼发行，大家会使去搬去看，啊，大家共同讨论，哈、哦，这是罗马到十五号，以及我这个对。看台湾电影公司啊，以及台湾国家软实力的发展哈，这我的想法，我大概简单讲一下哈。我希望讲，即摆大家看到画面顶边的是三出有关转型正义的电影，哈、哦，当然毕竟城市，伊是讲228，哈、哦，当然我知影有一挂人对这個看法不一定同款，哈、哦，啊，超级大国民，哈、哦，伊是咧讲白色恐怖。哦，罗马到十二号，哦，电影拍出来，拢有大家有真侪无同款的意见。但是咧，我感觉讲，我的想法是感觉讲，如果唔是干那三出，如果台湾30年吼，会当拍30出，不为过吧？一年一出，讲台湾这个国家一年拍袂出一出安尼的电影，我感觉嘛是小可说不过去哈。哦，那是30出来讲的时阵啦，你就会感觉讲，不要紧，做些代志哈，大家解说。大家观点无同，但是伊拢共同来建构着台湾的世界观，哈、哦，台湾的电影、电视，啊、哦，伊累积出来的文化的风景，哈、哦，所以迄是真重要的代志。OK， 好、哦，啊，这是我即马你推撒的代志，哈、哦。再来就是大家看到画面顶面讲，我希望讲未来有一个台湾100系列的，哈、哦，这100唔是100。因为要拍100出电影吼，可能那我这个电影拢差不多要100亿，我即摆目前无法度计划遐尼大个代志吼，但是这是台湾100年的意思，哦，台湾100年，哦，台湾这100年来吼，对农业社会即摆进入着啊晶片主导的高科技产业的社会，哦，100年来台湾对被殖民。日本，而且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即马到这个亚洲第一名的民主的国家，哦，台湾经过遐尼大的转变，台湾对
过去农业社会，即摆变做文明吼，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吼，即个累积的转变甲成果吼，需要把即个历史的故事一段一段吼讲好，搁较侪人知影吼，所以拍这個电影大部分拢是历史的故事吼。拄啊，罗马到十五是1950年代啊，阮即摆马上要搁推出嘞吼，当地。当你计划、当你筹备的吼，分两出，啊，一出是《陈廷波》，啊，大家看到这个长话，哈，啊，这个电影，这可能未来是电影集啦，哈，影集啦，哈，影集就是可能伫个 Netflix 伫足侪这个这个频道顶管播的哈，这个长话，哈，那长话是什么故事呢？长话就是讲。陈廷波伫1947年2月28日去向国民党个军队枪杀伫个家己火车头头前以后啊，伊个岛啊，尾啊，伊个夫人啊，或者张杰女士，非常个辛苦，啊嘛非常个顶劲，非常个坚持啊，伊会使讲是忍辱负重哈，会使讲甲伊个岛，陈廷波个岛哈，经过即、這个。这个228事件吼，诶，规个暗坎吼，烧秘伫个因兜个阁楼内底吼，尘封吼几十年，过了十年了，然后吼，伊保存了非常好，啊，然后甲这个图呢，继续阁重新问世哈。即马陈廷波个图吼，是台湾有史以来所有画家吼上价值个图，吼，那这个长画个故事，其实是。真精彩啊！啊，伊时间也足长，伊对日本时代啊，以及到这个228啊，228以后，佫经过白色恐怖啊，所以即出啊，会使是原来是台湾历史的缩影啊。啊，这未来是电视剧啊，长话啊，过来后一出，下一页哈，咱要搬一个，这是较政治性较低，但是这是台湾一出。真有名的漫画改编的吼，叫做《北城百花帖》，伊是要讲1935年代，迄当日本办这个台湾博览会，吼，伫迄个时代，台湾的文明开始，吼，台湾的足侪包括歌谣，吼，包括戏剧，包括足侪新的这个工业发明，吼，文明的产物，吼，入来台湾，迄当时台湾社会经过这个。文明的巨变哈，所以迄当阵呢，真济少年囡仔啊，包括爱情啊，包括迄个时代的故事哈，啊，这个台湾有一个金漫奖啦哈，漫画，会使讲是漫画的金像奖哈，第一名的漫画改编哈，啊，阮希望讲透过今年要阁推出这個，啊，当然阁有其他，啊，其他就是台湾这100年的故事哈，我希望讲一出接一出。啊，努力来拍拼，啊，而且哈，搁刷咧，大家看到荧幕上这是台湾特有的黑熊啦，哈，黑熊，啊，这次我特别讲一下，这次是希望要表现台湾，电影界哈，伊个特效的能力，哈，未来这个台湾黑熊哈，是要甲男主角、女主角哈来扮戏，哈，小可像这个李安拍迄个少年派了，哈。哦，这个熊会当透过这个电脑的特效跟动画哦来扮演哦，啊，甲台湾特有种台湾的黑熊哦来和观众朋友知影，哎，啊，哦，我让我世界知影讲，哎，这个台湾特殊哦的一个动物哈，啊，而且来达到讲咱来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的这个安尼的价值哈，来搁说嘞，咱。嘛要推动哈动漫哈，这是动画哈，大家看到日本的动画就成功哈，但是台湾有这人才有哈，那这出《希望小提琴》哈是对一个真有名的绘本来改编啊，这个《希望小提琴》其实伊故事的本底哈，也是这个火烧岛啊，就是罗马到十五号的这个政治犯啊，因捡漂流木所做的一支小提琴。哦，啊，所衍生的真侪故事，我相信这也是真精彩哈，哦。其实这所有故事拢是环绕着台湾的历史哈，哦。我希望讲透过安尼，哦，
哦，大家来对台湾的历史哦，来进一步认识啊，嘛透过电影、电视哈，把台湾过去应该爱拍啊，但是无拍哦，应该爱讲出来故事哈，一出一出拢个爆起来。啊，这是我看台湾电影公司要做的代志。哦，我即摆直接甲大家报告哦，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代志其实是真忝真困难啦。哦，包括罗马哥十五号票房无够。哦，包括后手伊每一出哦，伊拢是比台湾即摆现有的所有的电影电视啊，伊的投资拢加几落倍。为什么哈？因为伊的品质要非常好。哦，第二。啊，伊是要创造台湾吼的骄傲，啊，所以伊的足侪布景啦、美术啦，吼，应该拢是台湾上第一流的水准啦，吼。虽然这个好莱坞也不一定会比，吼，但是伊原来是会开，吼，足侪钱，吼，啊，所以我希望讲安尼的这努力，吼，咱海外的好朋友，吼，有机会，吼，再甲阮到赞下，啊，再甲阮到支持。啊，我希望讲安尼来做这个代志哈，是我离开政治内底哈，我希望讲奉献了台湾，啊，会当来替台湾人，啊，把这个部分吼做出来的代志，啊，这个今仔甲大家讲到这吼，小可超过时间啦，但是我有一个代志必须要讲哈，一定爱讲哈，这个大家可能伫北美应该较知影哈，这个 Steven Spielberg。伊伫足少年，二十几岁哈。1974年，伊拍《大白鲨》，《大白鲨》即出电影，啊，赚足多钱，啊。然后伊拍《外星人》（E.T. from Home） 啊，几落集，嘛赚足多钱。佮拍即个叫做《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嘛赚足多钱。啊 ，Steven Spielberg 是。全世界赚上侪钱的电影吼，我看一个报道啊，有一个纪录片，伊应该伊家己的身家有偌侪钱呢？敢那是四五十亿的美金，啊，做些导演赚侪钱是足无简单咯。但是 Steven Spielberg 啊，伊伫拍这电影，伊到40岁以后，伊开始做一项代志，伊开始拍《辛德勒名单》，大家知影？犹太人的故事，一开始拍《消失的1945》纪录片，一开始做犹太的纪念馆，一开始开始监制，好、哦，就是讲去推动，包括间谍桥啊，包括作者这个有关于犹太人出身的诶作者电影啊、哦、啊，所以我讲伊是倒手拍商业片，看做得起，正手拍犹太人的故事。Steven Spielberg 的例子的，其实我感觉是，我感觉台湾人吼爱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讲，人赚遐侪钱啊，啊，因有法度去发挥伊的影响力，啊，替伊的民族，替伊的这个过去的心事，啊，伊来拍拼这个代志，啊，我也希望讲吼，这个台湾的种种，当然我希望讲。我唔免上伊当个钱啦，吼！我希望讲吼，会当一出，吼，会当一出，吼，一出接一出，吼，卖讲拍了爱走路，哈，一出接一出，哈，会当把这个故事安尼一直传落去，哈，安尼，哈，应该就会使，伫个这个时喏，做一个开始，啊，好，台湾来电影电视，吼，会当，未来慢慢啊，这个，接近韩国，哦，接近日本。啊，接近啊，这个世界对台湾哦，相当的看重哦，这才是我的目标哦。所以我甲大家报告到这，希望讲安尼简单的说明哦，伊可能也牵涉到讲我是安那会对政治来走来拍电影，伊也牵涉到讲台湾哦，即台湾是安那需要有更加侪人哦来对这个代志来拍拼。真感谢大家的收听哈，迄、那个我先报告到这，大家再共同来讨论啊，佫较侪问题。我感觉其实嘛讲足长个，真多谢你的精彩迄个演讲哦，足有感性哈。
啊，我知影讲你一定会介绍替台湾拍片吼，替台湾写大家唔知影历史。啊，咱今仔日吼，嘛是诶在场吼，我相信有真侪真侪乡亲吼，恁拢转去台湾有去甲迄、那个罗马到十五号吼，啊个捧场拢有去看吼，啊嘛有真侪人吼，甲伊包场啦吼，我拢知影咧吼。啊，今仔日吼，我是有拜托讲，秀婉吼，因为秀婉伊有去台湾有看去啦吼。我头一个吼，我请秀婉讲来讲，一短短啊吼，讲一个讲伊的感想吼，就是讲你的观众吼，对你的这出戏吼的反应安尼，吼，啊，互你做一下参考吼。来，秀婉，啊，你来先讲嘿。美玲吼，啊伊点名点着我吼，啊其实我转去台湾吼，我是十一月初伊转去的，啊我转去的时阵吼，我伫我的 to do list， 我伫台湾要做的代志吼，我就有写讲我要去看罗马到十五号啦，但是我无想到吼，变作是我转去台湾第一日做的第一项代志啊吼，因为我迄一边已经改变，就是讲你啊 test。COVID-19 negative， 你就可以出门。啊，结果我那一日到台湾的时候，我先去台北。啊，结果阮这个囡仔一个台大医生吼，伊甲我讲吼，你下晡吼可能你会度孤爱困，啊，所以吼你上好去看电影。伊讲你爱去看《罗马到十五号》，啊，我甲伊讲有啊，这是伫我的 to do list。啊，伊甲我讲吼，但是。你爱一礼拜就去看，我讲我想那，我得爱一礼拜就去看。伊讲吼，你安尼可会当抢伊的票房啦吼，因为这是第一礼拜。伊讲你第一礼拜就去看吼，啊你得当互伊抢，会当较侪伊后礼拜得当继续做。啊，所以我发现了，因为伊甲我讲，伊嘛是一个少年人，所以我刚刚讲，迄少年人伊嘛真有心吼，讲叫我得爱第一礼拜就去看。啊，迄阵我拄啊。我做这当唔爱去过台北，啊，所以我嘛袂晓坐伊个捷运，所以我着坐客运车，啊去西门町，啊去看罗马到十五号。啊，结果因为迄是 weekday， 唔是拜六礼拜，所以嘛无去，第一下无做这人嘛吼。啊，我坐伫遐看的时阵，我当坐落去的时阵，有一个学生囡仔，查某囡仔来坐伫我的边啊。啊，我感觉伊可能是差不多大学生啊，看着就是学生囡仔。啊，结果因为其实电影是好看，啊，但是这个故事吼，咱拢较熟啦，咱捌听过，因为咱已经到这个年纪啊，咱就听过足侪故事。啊，我相信这个少年囡仔足侪代志，因可能拢唔捌听过，因嘛唔知影 what happen， 所以吼，伊坐伫我的边啊，差不多电影做啊到一半。我发现你开始哭啊，啊一直哭，啊结果一直哭啊到电影结束，啊所以我心内想讲吼，我其实我嘛做 touch， 电影吼我做 touch， 听到伊的哭我嘛做 touch， 所以我刚刚讲吼，伊有对这有影响到这少年囡仔，啊我感觉这是一个亚经济的工课，啊所以啊总共这少年的对这有认同，我感觉这是另外一种希望啦吼，啊，这个电影的本身吼，我是感觉是真好看。虽然我知影做者过去台湾政治观的故事，但是我一直唔知影讲伫绿岛捌关过女性，这是我第一遍看过。我还知影讲哦，原来绿岛、灰色岛嘛，捌有一挂女性捌去底下互关着，但是有一点就是讲。因为我本来想讲这是一个台语电影，啊，我阁是台语人，所以我本来想讲，诶，敢是会讲较侪台语。结果我去看诶迄阵，我发现着讲，诶，其实伊可能考虑迄个背景吼，所以有讲着台语，吼，这咱拢会当了解。啊，嘛会讲着迄个山东诶华语啦吼，啊，这是啊个其实讲台语诶，比如无遐侪。啊，我记得你拄啊，甲迄个台语文工作者
李工桥基金会诶，迄个陈鸿辉，伊是即出电影诶代理指导。啊，我有会甲伊讲起即项代志，啊，又互我真好诶答案。啊，我发现着今仔阿辉吼，陈鸿辉老师嘛在场吼。啊，所以我今日当拜托阿辉老师，你敢会当来解说即部分诶迄个问题？阿辉，因为我有看到伊诶名啊，伊。陈鸿辉老师，请你来讲一下好。啊，两位前辈，安尼敢有听到声？有，真明。好，姚文鼎兄，啊，甲两位先生，哈，大家好，啊，又阮这甲我点名，我想讲，小简单分享一下就好啦，吼。其实这出片，有结缘的机会。是甲二十几年前，我甲周美玲导演熟识，啊，伊托起先拍纪录片，吼，啊，落尾拍电视电影，吼，对即个甲周导演合作开始，吼，啊，佮拄啊好落尾嘛有甲即个 Ken 导演，就是迄、那个啊，北城百位贴即个张永昌导演，吼，嘛是有合作过即个啊，伊即个新导演。剪刀片吼，就是迄个北城百位贴的剪刀片，诶，即个部分嘛有合作过，吼，啊，拄啊好，即出是因两个嘛合作嘛吼，嘿，这是一个迄个啥物会结缘啦吼，啊，毋过较趣味的其实是，嘛毋是讲趣味，应该是讲较，敢若毋知上帝伫引出是安怎吼，就是讲绿岛即个政治犯的代志，其实是甲我的家族有关系啦，啊，就是我的。啊，亲戚啊，我叫伊阿伯吼，诶，即个啊，苏有平先生，苏有朋吼，苏有平先生嘛是伫个即个啊，绿岛关十当过吼，啊，佮加上嘛，拄啊好前不只一当前就熟识周钦莹先生啦吼，啊，所以看过周钦莹先生诶一寡只诶著作，包含即个《罗马狗十五号》等等吼。啊，真正嘛有听侪前辈分享，所以其实这个绿岛的政治犯，也是讲绿岛的这个相关的故事吼，是一直拢真侪几若十年来吼，拢伫我的生命内底的，一直有无同款的这个冲击，或者是讲有足侪人物啦吼，拢伫内底。啊，所以这个片吼，我参与的感觉，虽然讲是其实较主要是教两个迄个演员吼，因为即个口碑较长嘛吼，就是迄个演即、這个盐水下吼，诶，即个戚丽文吼，即、這个查某演员导演吼，啊，甲即个伊培金吼，伊演 Coco 吼，诶，即个角色，就是主要其实是因两个诶口碑较侪吼，所以。有几下摆是拢针对因的口碑去翻译佮处理啦吼。啊，我嘛知影讲过程中咱即个姚文弟兄嘛有参与真济即个吼，对即个内容的即个意见嘛吼。嘿，啊，我相信就是拄只文弟兄所分享的，其实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啦吼，就是对即、這个要安怎重建台湾人对咱的土地历史的认识佮认同吼，而即、這个。电影、电视这方面影视的作品，其实是较会当去拍动无同款人的心吼，也会当去予无同年岁的人啊。虽然可能感受无完全同款啊，有的人看到某一个点会哭，有的人看到另外一点会哭，也是不一定是哭，反正是笑。就是这个物件，其实笑容也是目屎吼，在咱这影视作品内底的呈现是。尤其是这种这么明显的台湾历史和政治议题，安尼的物件，其实过去拢无啥人敢目啦吼。因为伫个接触这个影视的这款台语制作的工作过程中，我拄过袂少的导演甲剧组其实还阁真侪人，还是有迄个惊吓，或者是讲青疏，无一定是敢若惊吓，有可能是青疏啦吼。就是讲对这个议题、对这个历史、对这个故事。不一定是无兴趣，不过因就是惊吓甲青疏遮个因素啊。地书大部分的剧组未去主动对遮个议题题材去处理啊，就算要处理，伊嘛感觉头壳冒咧烧，就是
伊可能爱真坚强诶阵容吼，包含历史文化政治种种吼，或者专家或者是讲有了解诶人去参与伫剧组，毋过剧组诶人阁足大部分拢阁足惊诶讲主导权会互遮诶人啊，就是掌握吼，家己无法度去控制讲啊，我电影诶走向，我即作影视作品诶走向要安怎，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姚文帝兄的这个决定，实在讲足无简单吼，就是无论讲政治安怎，就是讲会当对历史文化这个角度，尤其是影视作品吼去切入，这真正是爱足大的成本吼，啊足大阵的这个人才投入，吼各种人才的投入吼，才有法度去建构好的影视作品。吼啊，咱官方投入这方面的预算，显然要搁。足少啦吼，所以就是这个部分吼嘛是一个咱要搁需要咱所有的人民吼，就是讲对这个部分有关心的人民，应该搁较来支持这个工作啦吼。嘿啊，针对这个电影的语言的部分吼，我想可能就是剧组原本的设计嘛是想要呈现，就是无同款语言背景的人吼。伫个即个绿岛吼，安怎去冲击去互相去即、這个影响去产生个故事吼，即、个伫编剧也是讲伫个设计来讲，其实嘛是必要个啦。啊，当然无一定会完完全全下当初迄个社会状况，是因为毕竟伫迄个时阵个社会使用语言上大部分个要是使用台语个人啦吼，啊，当然一定有。客语或者原住民语或者其他语的这些受害者，当然一定有。不过，迄个比例上其实也是以使用台语的人口是上主要。啊，不过问题是影视作品要安怎去嘛袂当讲完完全全干那这个使用台语的人，吼啊，要安怎去克服演员台语的这个就是要安怎让伊伫短时间内会当足活跳，这我那有一个困难伫咧啦吼。所以我想是有各种的。科鲁哈啊，三星这个那像就是跟大秀班姐讲的，就是讲语言比例，那像台语哈，无想象的遐尼悬哈。我想伫个这个过程中分享一个较趣味的代志，就是讲虽然主要是甲这个迄两个主要诶讲台语的人诶女主角，但是迄个过程中因为有要设计。一寡譬如讲有一两个角色是讲客语的哈，因要用。安怎讲台语、客语小夸难，啊小夸有一寡趣味性，吼啊落尾就是有呈现一个部分，就是去改编迄个牛犁仔歌，吼啊迄、那个改编牛犁仔歌迄个过程，小夸趣味的是讲语言方面啦，就是讲安怎去解词，吼啊，搁会当下迄个本地牛犁仔歌的调，吼啊，搁会当有呈现一寡可能咧口舌讽刺的这个语句，吼。迄、个部分的趣味就是讲，我要教因安怎去，念正确的这个词吼，的发音，就是牛犁仔的歌词改编了后，吼，的这个发音要安怎，教互因了解，当然就是爱录音互因听嘛，吼。但是录音互因听啦，敢若是录词，佮可能演员会感觉，毋知安怎配迄个 melody 了，变哪唱啊，吼。所以迄当阵咧上课过程，就是。高不离三种，就是只好我去，就是把遐个词啊编落调内底，啊，就是用唱的唱，互因对安尼。吼，啊，当然因落尾嘛是唱甲介好势啦，吼。虽然讲过程中有伫遐一直重复，但是就是落尾成果是袂歹，迄部的呈现吼是有甲迄个物件甲伊呈现出来安尼，吼。啊，我想就是参与的演员是毋是会当去跟着？吼，有意愿要来投入这种题材的演员，我那可能过程中，虽然我无参与到啦，吼，但是以我过去参与的经验，我想嘛，可能有演员嘛，无一定敢接啦。迄、那个敢接唔敢接嘛，无一定是对议题的问题，嘛有可能是对这个语言，还是讲对这个故事，吼，对这个就是规个这个剧伊的迄个想法的问题，吼啊，因为普遍少年演员，语言能力。就是华语以外能力好的其实无济啦，就是讲对在地语言拢做成熟，所以这嘛造成可能以后要拍这方面的片的时阵，要找适合的演员少年的吼，
啊，各方面的条件要配合的嘛，唔是介好找，这可能嘛是未来要进行吼，拄则所讲的这几期，后壁一直要出来吼，即个好的电影哦，其中一个困难点吼，啊，当然这就是爱过去解决啦吼，好，简单以上分享。多谢阿辉老师吼，阿万辉老师。嘿，有晚失电哦，美玲嘟嘟打电话给我哦，讲伊失电啦。好好好，安尼我继续主持，因为咱的美玲因偷失电 ，OK。咱因为吼，足侪人迄一日有参加专委会228，后来拢有欢迎讲，因有问题要问阿袂当，问到迄个要。问题呀吼，所以你啊阵有问题，恁会使举手吼，会使尽量举手。啊，我即摆先请迄个问题呀回答，迄个那回迄个阿辉老师提起的，讲你咧找演员的时阵，敢会拄着困难？敢会有演员感觉这是较政治的议题，啊唔敢接？即点，该当先请你回应。啊，其他有问题的人。请举手，好 ，OK， 多谢哈。嘛，就这个机会感谢这个陈鸿辉老师啦哈，真感谢哦。原来我的导演，我的导演跟制作人哈，大家拢介有识哈，真感谢伊哈，甲阮指导足济。我想要补充就是讲，其实这出戏有三个主角啦哈，拢是查某的哈，三个主角啊，其中两个哈。伊主要语言拢是台语，啊，另外一个当然伊是山东腔的华语啦，哈，啊，所以两个台语文其实贯穿规片哈，应该是虽然讲分量无遐尼济，无遐尼济原因是因为讲哈，去当阵的这个算讲替统治者底下管理的。哦，迄、那个什么大队长啦、家家内底遐个人吼，再讲迄个历史的事实，就是讲遐拢外省。哦，啊，这个政治犯内底吼嘛，差不多一半是外省。伫迄个时代，1950年代，哦，啊，有人讲敢有遐尼悬？哦，我甲大家报告吼，因为台湾人足济拢伫228拢去用台死，足济吼，所以迄个政治犯其实迄个比例上吼是。迄个外省的吼，我那占一半，所以迄个语言的比例吼，应该是阮综合各种的条件吼，应该是我是感觉讲真适当啦，哦，啊当然有一寡那讲讲爱较无够吼，啊这未来吼，那阮会来检讨。感谢迄个大家对这个意见啊，感谢陈峰慧老师啊。其实，阮个剧组找伊，我拢知影吼。我因拢问我讲，这个陈老师好无？我讲唯一一个上好诶，好，就感谢伊。多谢啊！你咧找演员的时阵，敢有演员有顾虑？感觉讲我无爱，我唔敢去参加这个较政治议题的电影，敢会有？有啦，诶，就伫过程内底有啊，但是因袂直接讲啦，因为讲啊，档期有冲突，吼，就是讲有接别个戏啦，吼，啊，或者是讲题材伊可能表现袂好，吼，什么拢有啦，我知影吼，我知影有因为政治敏感无来搬诶，吼，啊。冇，因为我是民进党，无来搬嘛有啦，嘛有，拢有啦。好，多谢多谢。咱即马有其他有要甲迄个要提出问题的人，拢会使举手吼。阿辉老师佫举手，嘿。歹势吼，我拄仔老高讲是这样，就是即出片除了讲政治历史，即个吼大家搁较了解咱台湾吼，即个其中的一个部分以外吼，我感觉即出片伫个过去电影到今，我感觉有一个足重要、上重意义，就是用女性，啊，搁其中有就是迄两个女主角吼，就是讲
迄、那个盐水下迄个也好，也是讲迄个巧克力也好，当然这是无共个性的人，就是讲无论因是虾米个性，但是会使讲是头一摆遮尔啊明，用足正明有正义感啊，有即个知识，而即个女性，就是讲有知识，佮有正义感的台湾女性，伊的语言是台语、日语综合安尼角色去啊、做主角，这是。足要紧的一个，毋是干那是女性尔，就是，佫是有知识，啊，佫是有正义感，啊，当然徛伫我私心来讲，佫是基督徒，就是讲安尼的角色去伫个故事内底，伊是吼、哦、其中一个主角，啊，伊所代表的迄种所表现的吼、哦，去帮助人也好，也是讲啊，伊的思想也好，伊的各方面，哦，即、這个。甲对比这个啊 Q 口吼，虽然伊看起来敢那较软只，啊，毋过伊是一个啊、哦、另外一种的台湾女性吼、哦，就是讲伊有伊的韧性啊。虽然较小夸软只，但是伊嘛是足有勇气哦，啊嘛咧找出路吼，安、哦、尼一个典型，伫个电影真正面的表达，这是我感觉可能嘛是找周美玲导演的这个真要紧的点，就是讲有法度去表现这个物件吼啊。由泽先生的著作吼，啊去啊，搁去编过啊，去找，就是其实这几个角色是拢综合无同款的台湾历史人物的其中的物件，甲伊吼综合起来的角色。吼啊，我感觉这爱大大的娱乐甲推广，因为过去太侪台语电影拢一直就是用一种足负面、足刻板印象的物件去搬台语的人物，吼咱所在。吼、哦，尤其是一直到即马，其实还阁是啦，就是讲，要所谓有台语开口，一定爱错干辣椒，一定爱江湖的，一定爱黑道的，一定爱大兄，吼、哦，一定爱什么，就是迄种。啊，我真正大概看迄台语电影，看甲无想要看，吼、哦，就是毋是讲伊无精彩啦，但是就是一直咧 copy 即款的负面的，就是一直要加深大家对所谓台语电影印象。一定拢迄种诶，较是所谓诶有台语开口。我想这应该爱大大用其他无同款诶电影后壁吼，其他文婷兄诶做者电影，会当一直来甲即个负面刻板印象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无，即个永远要是会有一部分诶人，就是一直要搁停留伫迄个印象。台语就是啥物款人才会讲，啊，啥物款话就一定爱用台语，譬如讲错，一定爱用台语。啊，其实什么语言拢一定有错干辣椒，毋是干那台语有咧错干辣椒。啊，毋过即个部分一直吼过去的统治者有意的，即、這个一直甲放大放大，一直 copy copy。所以我想这是看台湾这个公司也好，还是讲罗摩九十五号也好，其实一个对咱啊、语言，就是讲即款咱本土语言的自信心、自尊心的重建，我感觉这是足要紧的。以上补充。其实不是只有做美玲啦，吼，这个想法内底吼，这是最重要的吼。台湾人不是永远拢在做阿头嘛，吼，嘛不是永远拢是参像悲情陈松勇迄种的台语啦，吼。所以放心哈，放心，其实这拢是这大概阮的规个团队吼，拢有安尼共识啊，所以台语。反正分量无真济，但是吼、哦，你也知影吼、哦，所有足重要诶拢是台语，上重要诶讲话，上重要诶精神价值吼，拢、哦、是用台语讲。诶、啊，我有看到迄、那个潘美迪毛牙手吼，啊潘美迪，你讲了，我请梁光兄讲好不好？所以。啊，我昨哦，拄收到一个《经济学人》的周刊吼，伊用台湾做封面，做封面吼，一下 Formosa， 不，
伊变做讲，咱叫咱台湾是 Formosa 啦，所以 front line Formosa 就是讲台湾徛喺头一线啦。伊即内底吼，文弟兄你也真欢喜，又摕到即个曹金荣即、這个即本册，啊，甲你的电影，伊讲你的也、哦、有摕到，所以你若有兴趣，啊，我唔知影台湾的亚洲版甲咱只即个。世界版就有同款，无我唔知啦吼。OK， 经济学人。啊 ，OK。哦，用台湾做。哦。哦，台湾。拜登呀。哎，一些 for struggle for Taiwan。OK。Yeah。OK， 我上经济学人拍电影就去你啊。是啊是啊，伊真欧罗里啦吼，伊但是你的 story， 哎，你的电影伊叫做 untold story。那是阮翻，哦，你翻的哦 ，OK， 呀呀，所以伊嘛是这个《经济学人》内底这篇哦，写了真啊贴地啦。伊就是讲台湾人的这个认同真有问题嘛。啊，但是台湾人若要保台湾人，上要紧就是爱家己保护啦，家己爱准备啦，吼、哦。所以这内底讲了真好啦，你若有时间再去看下。啊，我感觉真感动你吼、哦，做这款的这么困难的代志。照我所知吼，以前电影有这个天马茶地房嘛，对，有吼、哦、有一出天马地房。啊，我一出是台湾碧合啊，台湾碧合是迄个连续剧啦，连续剧啦。但是吼、哦，都、就是因为台湾人家己唔知影历史吼，所以伊看了吼，无啥爱信讲有迄落代志啦。哦，尤其这个八合来，台湾八合内底有咧播迄国民党的迄个恶行恶状吼，所以真侪台湾人拢感觉看，感觉讲啊，够有影安尼啦。所以台湾的历史哦，真正有需要讲啦，啊，才会当互认同这个会较坚强啦。啊，真多谢吼。文弟兄，多谢多谢你弟弟一早伫欧洲玩吼，啊，龙根兄，你敢有要feedback？ 文弟兄啊，你好，真多谢你会当来咱这个世界的文化论坛哈，啊，甲大家分享一出电影哈，啊，佮较重要的是佮落去的咱的台湾的电影工业哈，啊，变来行啦哈，啊，我是有。基本上有两个问题啦吼，第一个是迄嘛毋是讲问题，就是讲一寡分享安尼啦吼。第一个是煞接拄只陈宏威咧讲的，讲即个台湾人伫影视中的形象吼。啊，其实差不多伫一二十当前吼，我伫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遐有办一个座谈会，叫做台湾人伫电影上，啊是讲伫电视中的即个形象啦吼，因为感觉讲。哇，这才是对台湾人的自尊心哈，足令啊凄惨啦！以前我会记，我是请一个少年导演吼，即摆足久无联络啊，叫做李磊文，啊一个叫做画家，叫做江一兴哈，啊江一兴，迄阵也是住伫盖生住伫阿特兰塔，专门咧画迄个228的迄、那个遐遗体的遐像啦哈。哎，迄阵啊的感受是讲。咱先啊，较会电影吼，较会先啊，较会即个台湾人来讲台语的，啊，伊个社会地位拢足低，啊是讲歹人、流氓拢台语的吼，啊，敢会想讲，哎，这敢是即个国民党政权压迫的关系？但是佮看落去，毋是啊，咱台湾人家己导演的电影吼，拢嘛安尼啊，吼，包括吴念真的电影，吼，包括迄、那个悲情城市，哈啊，甚至天马地房的一部分，嘛是到尾啊，有时啊咧讲台语的，遐社会地位拢无悬，所以伫即出电影的中间，我真欢喜哈啊，虽然我未看到，但是拄只听阿辉含即个几位咧分享，就是讲上主要的讲遐角色，哈、啊，个正面的角色，拢是用台语讲的。啊，因为即卖我感觉讲，咱台湾人要建国，上主要就是咱台湾人的自尊心啦。吼、哦，啊无，若讲干人要看经济的时阵，咱嘛无需要想坚持啊。
吼、哦，所以就讲到尾啊，讲到尾是讲台湾人的自尊心，即块足重要，甚至要推广台语，即块就是台湾人的自尊心爱起来。所以透过即个电影，这是感觉足重要就对了吼、哦。啊，第二我是要讲迄个工业的部分啦，你拄则有讲到讲即、這个即、這个票房安尼还阁无够吼。哦啊，我伫即个电视，也是讲伫报纸看到，拢感觉讲哦，即、這个《罗马九十五号》诶，即个票房吼，拢袂歹吼。啊，毋过拄则伫咧讲诶，讲诶，还阁无法度人回收，所以我是想爱知影，要请教文弟兄讲，即拍一出电影吼，差不多若要拍到会使哩咧，它的经费爱偌济吼？啊，票房诶回收爱偌济？啊，伫台湾国内？诶，票房爱偌济，啊，国外票房爱偌济，安尼会分配，唔知你安那来咧调配啦，吼、哦。拍这个题目，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个话吼，啊，因为每次电影伊开钱拢不一定同款啦，吼、哦，啊，但是，其实电影投资来有差不多。是2022年呐，台湾上大的投资了。2022年啊、哦，啊，他们讲这些，讲者拄好无听得到，是拢说投资偌济钱，拄好迄个无听。台票八，哦，八千万。台票哈，八千万。台票八千万左右了哈，啊，是这个去年电影上。但是票房都提升，所以其实伊投资较侪，就希望讲要做个上好啊、哦。但是回收嘛，不讲歹啦。其实我咧开始是真去看真，就是这样。诶啊，但是讲回收足侪专业的。其实是可能无法度直接一一来讲。通常来讲，吼，我是安尼想，吼，就是讲，咱来想讲，台湾有需要讲，吼，咱台湾有需要发展咱的或者国家的软实，吼，一出接一出，吼，啊，大家赞，有需要，吼。其实为了钱，为趁钱，啊，为政府，啊，诶，补助较侪，啊，或者是讲诶，大家帮忙，咱共同来个产业，你拄仔讲诶电影工业，哦，咱甲扶起来，哦，啊，迄个扶起来过程，哦，拄则讲诶，诶，应该都袂使过期，哦，拢搬即个罗马啦，吼。家阵的啦，小丑啊啦，吼、哦、阿桃啦，吼、哦、吼过去，大概就是安尼，吼、哦，伫个用每一个有可能的方式，你糟蹋台湾人，吼、哦、台湾，这个物件当然爱改变，吼、哦、台湾的主体爱，吼、哦、台湾的价值爱伫个这个作为戏好看话来这样表现出来。哦，啊，这是阮的目标，哦，啊，但是歹势系，嘿，就是讲，以前，歹势，你的声介声听无呢？那文弟兄，你吼，你遐当敢有可能开两个麦鼓，因为介声有互相迄个干扰，嘿，刚有。秀文姐啊。其实是两个无同的口组会互相干扰，无同人会互相干扰。什么人甲什么人，你敢知？拄只迄个可能是梁刚遐有一挂杂音啦，所以就是另外我这边嘛听无迄个叶文迪遐的迄个声音。安尼，我甲梁刚遐的声音声近起来，啊，好，即马好，迄个梁迄个文迪遐来回答，啊，迄、那个。龙根兄，你遐顶下要讲的时阵，你家己开麦鼓，好无？好，单罗德香。哦。嘿，迄个文弟兄，请你继续。哦，我小可搁讲者，我意思讲吼，迄、那个
电影工业这个市场的问题吼，真原来真复杂啦吼，可能无法度直接一一来讲。但是主要就是讲，我希望讲推设一个电影路线吼，即、這個、台湾做主体啊，以台湾做主体来讲，伊有足侪吼相当的价值吼，相当的尊严吼，相当的这个角色的设定吼，这拢是未来我拢是会真注意的代志吼，所以这放心。即个阮继续努力来拍拼。嗯，那个 follow up 一下哈，我若听无唔对，就是讲你即卖回收差不多4000万嘛哈，票房差不多4000，啊，迄、那个开差不多8000嘛哈，啊，所以若干那看国内市场安尼有一半，安尼嘛算未歹啊。因为照我知影，就是讲若甚至哈利有咧拍片哈，因的设定的市场哩，国外的收入是比国内收入搁较济啦。介少一半以上哈，的收入是爱靠外国的收入啦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若是讲政府哈，会当做啥物帮助哈？我是会感觉讲，望讲若会当较整盘的，就是讲离即个免啊去行销国际即地的即个行销网络即地哈去努力。啊，即若这个网络你甲拍开吼，这个、distribution channel 拍开，搁落来以后，遮个电影，咱台湾拍的电影，要行销出去，就拢会较好啦吼、啊。所以，但是讲是针对像过去迄个辅导金钟制度吼、啊，就是讲政府出钱，啊，伊大家去申请吼、啊，啊，迄内就有问题啊。你讲到底你是要给对一个导演，还是要啥物物件？啊，是讲啥物款主题，我要甲你补助？啊，迄个产生一寡，我会感觉问题，所以不如来讲，政府要投资，应该是伫讲要哪讲即个市场营销吼，还是讲伫后制作即种较贵的即种设备，会当较，会当设迄个 studio 吼，互一般较小型的导演，伊袂当家己有足入去足用足迄个足贵的迄个录音室啊，还是讲即片场即部分，即个公共设施即个 infrastructure 啊做好好。我想若政府投资，应该是投资的 infrastructure 这个部分啦。哎，应该讲你若安尼4000万是无歹，而且你4000万搁中国搁袂当甲你买嘛吼。所以若是讲中国会当甲你买这出戏来讲，我想这一定是回收成本的嘛。但是迄毋是咱的目的啦吼。所以咱的目的是讲看会当讲个啥，讲啥讲去迄个。东啦、东南欧啦、欧洲啦、吼美国的市场吼，你若讲会当回收，我相信是绝对是超过这个数字啦。多谢梁光兄吼，啊，迄、那个即摆我有看到单独举手，啊，其他的人恁若有啥物问题要 feedback 嘛，请恁举手。单独你也说，好，好，多谢。首先就是先真感谢迄个姚文迪导演啊，我爱头台先甲你忏悔，就是咧，就是当阵我无投互你啊，我当阵当买所谓的政治角色，啊，不过迄当阵就讲对人去投另外一个，就唔通的迄、那个真歹势，我来甲你回事咧，啊，不过对嘿啊，2017。对，因为我足慢足晚才政治角色，就是真歹势。嘿，啊，好啊，过来就是我想要讲，我这出电影我看了嘛是一直哭啊，不过其实对我来讲，我看了后的迄个较强烈的情感是真愤怒。对迄当阵的所谓的国民党政府，我真正是有够生气的。啊，不过，我认为就是导演、甲编剧、甲就是甲规个剧组、甲这个电影、这个议题处理甲真幼咯，而且是足温柔，互我有这种足温柔的迄种情感伫内底，因为迄是一个足强烈、足痛苦、足艰苦的一个历史的记忆。啊，不过，规个电影处理甲真温柔，我感觉讲就是迄、那个。就算讲我把这个电影小改给温布是迄个国民党，所以就是
就算讲是小盖互伊看，我嘛袂去烦恼讲伊会无法度接受的即种感觉。嘿，我感觉讲就是这电影的制作有影是真成功。嘿，啊，这是娱乐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其实我较会晓做诶代志，其实是较批判性诶。啊，毋过我毋是要批判，就是迄落即出电影，我是要讲诶是，我认为即出电影绝对有比《悲情城市》搁较好看。啊，为虾米会安尼？就是，我分享一下画面，敢会使？小班姐啊，会使安尼？我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有找着一寡资料啦。这本册我想真侪，这个咱的台湾人前辈其实应该拢知影。这本册就是蒋经国伊当尾过身进前，啊，找迄、那个迄当阵的国安局的人，吼、哦，去出这本册。啊，这本册是要创啥？就是针对228事件、海外的这个台独人士，要讨论所谓228的事件的时阵，吼、哦，伊透过下骹，才有一撮迄。红色的字的部分，哦，1983年就开始准备啊，1986年的时阵就出版这本册，就是要调工去控制台湾人对228讨论，以及对228的观点，哦，啊，对我来讲，其实我知影这项代志了，佮知影就是1989年的时阵，就是悲情城市上迄个戏院的时阵，所以对我来讲，我读这历史家伊。创作会咧看的时阵，我认为迄出电影其实就是照这个册内底伊迄观点去拍迄出电影，重点就是爱甲所谓的市民者、阿伯者的角度，会做的代志事实暗藏起来，互台湾人去讲这个历史的时阵，卖去讲遐个代志，用悲情的，用艰苦的。来去看待咱家己的历史就好啊，卖去用批判性，卖去找真正的事实是啥物。哦，所以啊，不过我甲足侪人问，其实拢唔知影这项代志，唔知影有这本册存在。尤其是愈少年人是愈唔知这项代志，而且伊嘛未甲这项代志、这本册甲迄出电影的历史背景，其实迄拢是。三四年内底的时间尔，迄个时阵，迄当阵的拍电影的技术，甲迄当阵的资源，一出电影爱拍偌久的时间，其实就差不多这个时间。吼、哦，所以其实拢是，我认为这背后拢是有牵连的。咱敢会当用这种角度去看待咱所看到的物件。吼、哦，所以为什么我认为？《罗马》到15号绝对是比《悲情城市》搁较好的电影，因为导演你用一个足直接去看待，而且是亲像拄只阿辉老师讲的，就是用女性，而且是用真正有知识，会晓无共语言，而且就要安怎讲，论命啊是，这就是会当忍受遮济痛苦，也搁会当反抗，也搁会当继续安尼拍拼落去的查某人。以这个角度去讲这个故事，而且讲到让大家都可以接受，有艰苦有愤怒，但是还可以接受，还可以就是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哦、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讲咱台湾人自己的故事的电影，我绝对认为罗马到15号是最好的，到目前是最好的。多谢丹都伊的欧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稍微跟我说比较短啦，就是说得很紧、啊、是有可能啦，就是我希望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以前有一个电影叫天马地棒，其实说得早有一个那个从出卖台湾这出电影Formosa Betrayed 这出电影，其实这两个故事其实把它放做回来拍一出电影反正也不错，因为那就把所有的背景都准备好了，啊，甲历史事件发生的代志，拢讲好势啊！啊，为什么我会想到这個？就是因为我昨才找迄个林亮君的迄个议员服务处的主任，甲苗博雅议员的迄个服务处的主任去回看天马地房的纪念碑。你看咱的纪念碑即马变安呢？
边啊采一支一支，唔知创啥采得采到遐紧。吼、哦，啊伊这边啊角拢看着看会着，就是拢起角，互迄个卡车弄着。吼、哦，生做安尼，吼、哦，这是无人的时阵就生做安尼。咱会当想象讲，我若是去到遐，要孝量，要孝量二二八过身的人，过身的咱的前辈，会有啥物感觉？边啊，即支就踩离遐遐尼近，对我来讲，那亲像伫个迄个念命机伫遐甲我监视，甲我靠，甲我看。所以，迄个感觉是对即个代志，对即个空间其实拢足无尊重。所以，迄当阵我就想讲，要去做即项代，就去找议员来处理。啊，煞尾就是结果是，即马目前的进度就是，伫即个月月底进前，边啊即支会当直接拆掉。吼、哦、啊，四月底进前，伊会找即、這个做即个啥，即叫投水嘛，就是甲边啊角拢先修补起来。啊，毋过咱长期的目标，吼、哦，就是下骹即张图，就是想要去找即个文化局。去甲因讨论，要求因去找学者、专家来讨论，讲先甲天马地房这个纪念碑真正的所在，爱找出来，爱找资料研究出来了后，甲刷倒转去，看有法度刷倒转去原本的所在。吼、哦，上好阁会当另外阁设计一个新的，阁较有意义的，诶，这个象征，这个碑，吼、哦，阿、啊、叔。当然，若是要重新阁设计，顶冠绝对是爱看咱家己的台湾人母语，而且迄个顶冠写的字绝对是爱写咱即马摕到的新的资料，研究出来的新的资料写去顶冠，卖用迄当阵1998年的时阵做的迄种讲甲无清无楚，而且阁会讲，就是二二八事件就是省级对立三星的开始，即种论点，这我无法度接受。好好好，因为即马阁有其他的人举手吼，啊，所以咱即马诶，迄个单咯，我想你的 point 我知影，好，多谢多谢。啊，CK Huang，我知影伊就是迄个旧金山双雄影视公司是无？嘿，请 CK 你来问你的问题。大家好，我是。住伫咧北加州，即可能我台语上较难讲吼，反正我小可想要表达一寡意见吼，因为我伫加州嘛，所以也无机会看罗马到15号吼。啊，不过我是前三四个礼拜前，安尼纪念二二八的时阵，伫北加州才办过两场咧放迄、那个一位迄个马来西亚西亚台湾导演诶一个。也感觉密吼，即出纪录片，然后阮伫迄落算是真正式个咧来纪念即个二二八吼。所以我是想讲，我一直想讲吼，即要安怎重建咱台湾的意识吼？即咱即较现代即个 media 像电影，即是实在是真重要啊。啊，毋过我是感觉咱较欠的是迄落内容吼。想讲，我上咧看到伊讲，咱这世界这较强大诶，这民族吼，大家拢有足侪神话吼、哦、神话吼、哦。我台语可能看不知大家听我伫表达的意思吼、哦。咱台湾较欠神话啊，拄则文弟兄你分享讲，你搁过来有一寡是用这个绘本，还是用这个动漫发展出来？我就想讲，迄阵想讲神话哇，这成本。拢不只啊悬诶，这边安怎拍？啊，你讲啊用动漫啊是安怎吼？其实会当去做啦。啊，即卖问题就是讲，咱较欠遮故事吼、哦，咱遮在场诶前辈真侪，咱较近代遮小说啊，遮短篇吼，即卖拢未歹啊吼。啊是讲，即电影规个电影即需要真侪人才啦，啊需要真侪遮。遮基本的内容来支持吼，所以讲我咧想吼，因为前几讲我咧想咧二二八，因为两当前阮有放一挂即个老台语电影吼，啊，其中有一个新基导演，伊是
当时台语片上称的导演吼，伊的迄个 ROI 拢上悬就对啦吼。啊，迄阵因咧讲吼，我看因咧纪录片咧讲落去，迄阵差不多十万台票来当拍一片台语片，啊，迄阵伊的制作人拢予伊29万、30万予伊拍，啊，佫有赚吼，所以伊迄阵是算真强的。啊，不过伊伫伊个纪录片内面吼，一块访问伊啊，伊讲伊上感觉拍算个就是讲伊有一挂剧本无当提出来拍，因为成本的关系无人要投资吼。啊，想讲哇，迄遮尔穿个导演拢有这个顾虑。啊，不过迄是差不多50年前个代志啦，所以讲即马政府无共，迄阵伊毋免问五万，迄阵的政府的支持吼。啊，即马佫有众筹啊，佫有啥物，即有诶无诶吼。所以讲成本上，咱毋免期待讲像遮有诶较时代较久诶遮故事，其实咧成本拢真悬吼。咱嘛袂使逐片拢像迄落韦德圣导演安尼舞遐大吼，所以讲。我是感觉你进前的这想法真好，就是用这动漫啊，是用安怎吼来表现这故事吼。啊，另外讲定就是，阮顶届在看新剧导演，这个做袂到的代志吼，我是想讲，伊是讲伊有一篇剧吼，伊锁伫伊的处读内面吼，啊袂当摕出来拍吼，所以我甲迄、那个。伊伊个教阮做 Q&A 迄个纪录片导演咧讲起，啊问伊讲你敢会当做？伊讲伊嘛欠钱，伊嘛想要拍吼。迄、那个叫做赖导演吼，伊拍过迄个客人吕赫洛吼，迄嘛是日本的小男仔的纪录片。啊，咱知影前几年迄个刘一安嘛是迄落客去电视台那场就。伊阵嘛做啊真好嘛，嘛得奖嘛。啊，即卖伊讲是想要捡起来做电影哦。啊，毋过伊问讲啊，咱海外敢有当投资啊，是安怎吼，伊会当去做？我就是介绍讲，你敢会当甲伊合作啦？就是讲你遮可能面子较大。我讲我嘛无遐大要装钱，我个人嘛无可能吼、哦。所以讲我。讲较短，就是讲电影工业真正是真困难的一个。而且讲咱这对文化，咱遮侪几十年来对文化，毋是讲真重啦吼。啊，即马虽然讲民进党执政，啊，毋过那场球嘛是搁真迄个，无讲真简单啦，像斯卡罗啊，啥物吼。迄嘛是成本下足重个，啊回收嘛是足有限落着吼，所以讲，阮后礼拜甲迄个梁光兄要准备过来看台语片吼，啊，咱即届介绍是即个60几年前吼、哦、林传秋伊家己讲家己去出钱吼，伊丈人出钱也是找啥物，用家己个钱去铺一个啊。电影工业吼，伫个伊家己英国一块地，伊去起即个片厂吼、哦，啊拍出来片实在讲吼，你60几年了后来看，实在哦，大家较家己来看较知吼、哦，所以后礼拜阮伫个山顶会放24点钟吼、哦，大家去咧看，啊，共即个时间吼、哦，欢迎大家较来讨论吼，所以这是我小寡一寡。阿香吼，阿香 Boston， 伊有野手。阿香，你敢会当问你个问题 ？OK， 我的问题真简单，就是讲我要爱知影讲
这个电影吼，诶，正确的读法吼，因这个流麻沟吼，那台语是读作流麻沟，啊是讲，我听大家拢讲作流麻沟，流麻沟，啊，我是要爱请教讲一寡，接着台语的神拜，啊是讲这姚文智吼，姚文智迄个导，迄个委员呐，立法委员呐吼，要请请伊讲，这到底正确的，这个正确的讲法是啥货，都啥？因为陈老师嘛，伫遮吼，应该是罗马罗马啦，罗马九十五号。罗上，因为咱第一，你迄个流吼，就是讲流，也是因为流，也是讲上流下流嘛，它个流，也是讲流，无读做罗啦。所以我是讲，迄个流嘛是应该是第一换做华语哈，换做这个繁体字。所以就是罗马九十五号。OK， 多谢多谢。这骗秀台湾人嘛，掠去骗秀人，伊种掠去拢罗马嘛，伊就是迄个意思啦。那你若甲深究起来，就是迄个意思。哎、欸，伊可能甲日本时代也有小可关联啦，哎、欸，费想也有啦吼。啊，但是伊日本时代伊当阵日本人反正是讲。聋人或者是，坦白我日语我无啥清楚哈。迄个时代就开始有关犯人啦，所以拢有啦，拢有。吴医师，你敢有问题要问吴医师？啊，好啦，问题啊，听甲足趣味煞未？啊几点啦吼？我真第一，我足感谢姚是文弟兄吼，我叫你文弟兄较无要紧啦吼，因为我较长辈吼。啊，我几啊点啦吼？啊，我是100%赞成你今仔日讲的每一句的话啦，吼。谢谢。啊啊，几啊点分几啊点来讲啦吼，无照顺序啦吼。第一吼，咱讲到台湾的这个电影工业吼。我会记得在这个228发生之前无几冬，有一段时间哦，咱台湾呢，治安哦，中国人走，迄个日本人走了后，中国人来以前有一段短短时间，几冬的时间吼，台湾的治安特别好。啊，台湾的这个家己拍的电影吼，特别多啊，啊，迄两三冬的中间吼。改成有两三百部的电影，台语电影，吼、哦，所以吼、哦，这台湾人的这个能力吼，咱若放得起吼，我相信这电影方面运动是无问题啦，吼、哦。啊，我拄则足赞成梁公兄的讲法啦，这个政府若要补助吼，卖直接补助电影的钱啦，吼、哦，政府的责任是甲这个电影的这个基本这个制度吼。哦这个路线，安尼用政府的力量来个牵绳起来啦，吼、哦。像讲小米肯伫美国会使替咱这个罗马高接出电影吼、哦，做一寡代志，吼、哦，唔是金钱的代志，但是吼、哦，这个广告方面上面，这个体制上贿赂的工作就对了吼、哦，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吼、哦，讲到文弟兄本人啦，吼、哦，我听着讲你。按政治要来改造要拍电影的时阵哦，我足欢喜啦，哦，因为我知影讲吼，这个政治者呐要行入去，决心要行改路要入去政艺术吼，伊以前伊政治界所做的代志吼，应当是实在的代志，伊心内的代志，吼，因为咱台湾政治界吼足多。讲讲诶，啊，常常啊，过当日变做白款去吼，真侪即款诶吼。所以咱心理上对政治界诶人无信心吼，但是啊，文弟兄一旦决定讲要伫艺术界做代志吼，我就感觉讲即个人会信一啦，吼、哦，这是这是咧甲你娱乐啦，吼、哦，吼、哦。我希望有一日你会搁倒转来政治界贡献搁较大个代志吼，不离个吼，这是话题以外个代志啦吼。啊，我会记得你最近有甲地方议这个节目有
访问甲你问着一，啊，我会记你讲一句话，我足会记着，啊，足同意，就讲吼，世界上吼，上需要知的代志，就是台湾的故事。这个话不一定字是同款，但是我会记着你的意思是安尼啦，哦，啊，我这句我足赞成，哦，啊，所以吼，我是感觉讲，这个文帝下你这走的这条路上哈，都甲台湾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这个各项是足下啦，完全相像。哦，啊，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就是讲，招世界的朋友，哦，用台湾话，用咱的话来讨论咱的文化，也是咱的代志，哦，不配合的啦。哦，啊，你拄则讲台湾一百岁的吼，啊，其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已经得要一百届啊，哦，啊，梁光兄若活较久嘞，可能会几来千届、几来万届安尼，吼，哦，希望啦，吼，哦。啊，我有一点吼，哦，希望啦，吼，哦，希望这个文帝兄吼，伫，哦，做这个台湾一百岁的这个中间啦，吼，哦，卖袂去只讲台语这个物件。啊，我相信，因为我相信吼，你若要讲台湾文化、台湾的故事吼，无讲着台语吼，可能袂无下啦，吼。所以我是希望吼，这个一百系列内底吼，三本五时啊啦，吼，要点拢有台语这个物件伫遐内面，吼，这是我的希望，吼。啊，搁过来，咱讲着这个。文帝兄有讲到这个国家的硬体跟软体的实力，哦，这在台湾的环境啊，我足赞成你讲，咱台湾，哦，这个硬体的实力足强，哦，啊，软体的实力足弱，啊，我想吼，哦，这个上大的原因是咱台湾人，家己无感觉到咱。文化的价值，吼，哦，咱无迄个信心，吼，哦。啊，我相信将来啦，吼，哦，十当二十当啦，以后吼，哦，台湾这个软体的实力会发展到足厉害，像过去三十当台湾硬体实力发展安尼，我足坚持会当会相信讲这个一定会发生，吼，哦，啊，这是一点，吼，哦。啊，甲中国比起来，吼，哦，中国的软体所讲的软体，这是假的软体实力，伫世界上真大，因为伊是国家的体制、国家的力量伫后壁讲白贼，吼，哦，所以这拄好一个对比啦，吼，哦。啊，我足无赞成讲这个国家的软体实力，吼，哦，由国家做后壁来推搡。这运动是民间的文化的力量啦，吼，哦，好，安尼我也一点拄则有讲到这个神话吼，陈乐有讲到神话吼，讲咱伊的意思是讲咱台湾这个民族族群吼，也欠神话吼，这我足赞成，因为安怎呢？这神话吼，实在是咧表达讲。这个土地顶端的族群吼，对这块土地的上界深的感情啦，所以自然每一个族群吼，对伊的土地拢有一个真心实的神话啦，吼，哦，这点我足赞成伊讲的吼，哦，好，多谢姚文帝兄，啊，多谢魏叔吼。啊，咱即马已经伫要十二点嘛吼，迄个台湾啊吼，还是李东吼，啊，但是咱即马阁有两位亚手，一位是瑞士诶阿关，啊，一位是日本朋友吼，石介绍，啊，所以咱互因两个来问问题，啊，问了请迄个文帝兄做伙做一个回答，好不好？咱最后吼，最后两位吼，啊，迄个阿关。是的啊，我先讲一句哈，这个我头拄仔咧介绍诶问题诶时阵吼，我减讲一项，因为这真重要。
伊咧做新闻局长吼，中央级的吼，局长的时，伊吼要进 TVBS 啦。哦，大概大可能袂记得这个代志。迄你安尼看吼，都知影讲哦，伊是伊有真有魄力的吼。但是迄阵啊，阿扁啊吼，都讲啥物袂使，做对咧做的中间，咱怎袂使禁言论自由吼？迄错误的观念啦吼。不过我是讲，我这点我一定爱讲，因为我是讲讲我真信任伊吼，我嘛相信讲伊电影一定愈做愈好啦吼。不管你哦资本偌困难，我看你是安尼哦，你都无咧看钱啦吼。我知影你，我知影你，唔是讲你无看钱，你就是讲，迄成本无遐重要，我就是要替台湾做代志吼。阮大家拢有在对你有这个坚定的迄个信心。你昨下你讲要进 TVB 的时候，我是感觉你足有魄力，所以我你的魄力哦，定定伫个啦，绝对袂改变吼。希望你加油啦。OK， 好，多谢美玲吼。阿关，随叔阿关。大家好，文弟兄弟好，我是老台语随叔台语社阿关。我想要请教讲，就是若是有好的故事，唔知安怎会当推荐予恁知影。我即马要讲的，就是拄只咧讲话即位单雷医师吼，单雷生伊写的这本《香树簿记》，这个故事是真精彩，是咧讲以咱台湾人的平埔族两百年来受到无同款的外来的人压迫的代志。而且伊个是算是第一本呢，真正咱的大河小说啦吼。啊，这个故事内底阁有平埔族因的女英雄，唔是咱一般想象的，就是登山黑平过来因对待女性的迄种束缚的观念，迄是差真多。所以这个故事是为平埔族引起咱咧讲的汉人去压迫，一直到讲后来。国民党来台湾了后，安怎迫害咱，会受恐怖的一挂代志，啊是因为伊是用台语文写的，所以较少人知影。不过就是，有咧学台文的人，基本一定拢是会读的，啊，真精彩。那有机会，推荐和阮等，就是去前辈安尼来了解看卖，多谢。啊，哈丁啊，最后请文迪做伙回应。迄个即马，迄个Sky上，你会当开你的麦克。好，大家好，好啊，文迪兄，足久无看。哦，喂 ，Hello， 文迪兄，我有看到你。看到，嘿，你听到我的声？有，无问题。好，足久无看哈。啊，到四月十七十，你要来迄个台办吼？是。不是啊，嘿就嘿，我嘛即马住伫台办啦，所以我一去啊，吼。伫日本论场就来上办一个迄个电影嘛，吼。安尼就我。所以我还没看拍摄，所以我无法度讨论这个迄个电影的内容啦，吼。个迄是，我请教一个是，你先那建这个这个小说，哈，啊，的主题迄个故事啦，哈，啊，因为是迄个历史啦，什么迄个政治犯呢？代志拢其他的人物啦，嘛拢有啦吼，啊，比如讲是郭基华先生啦吼，啊，就是安那，你讲这个故事啦吼，啊，就另外这个是另外两个问题，就是吼，迄个政府的补助吼，陈瑞先生是反对吼，我嘛是即马即阵是反对啦，因为是即马的政府。啊，总是迄个中华民国政府啦，吼，毋是台湾的政府，所以讲是韩国个咧，就是吼，韩国是政府的补助，吼，电影补助是进行讲个咧，吼。毋过韩国总是迄个家己的国家，家己的国家，所以为着即个家己的迄个什么迄个国家的价值啦，什么拢是爱追杀即个
用政府的补助去催杀是拢无问题啦哈。不过台湾的即马个转来是台湾哈，就是嘛是有问题哈，因为是我嘛有请过迄个文化部的补助哈，对迄个什么台湾的文学。哦，反正外国语迄个步骤我有请过啦，吼。不过迄个中间吼，我是有拄到迄个文化部的迄个处长啦，吼。迄是外省，啊，佫是对，明明是对台湾各大的迄个文学，吼，伊较负面的态度啦，真明显啦，吼。所以是讲，吼，即摆来去请迄个政府的补助，吼，有影是有问题啦，吼。佮所以是。这嘛是迄个嘛是外国转来哈，是讲是爱建立自己的国家才对啦哈。台湾是爱建国才对啦哈。啊，佫是讲，所以是讲，迄个爱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时阵，是嘛是讲，佮爱需要就是民族的迄个信仰哈，啊，故事，迄是足重要哈。这是我赞同，不过。啊，就日本是足完整的吼，足完整的迄个民族的行为啦吼，所以是台湾是后摆嘛是要安那建立一种的建构，一种的迄个民族的故事啊行为，还是足重要的代志，我嘛安尼想吼，所以请教一个迄个先那建这个故事啦吼，多谢好。啊，咱最后吼，咱请迄个文弟兄综合遮所有诶问题，嘛做一个 ending 吼，做一个回应，啊，就是拜托文弟兄嘿。哈哈哈。我想吼，大家都感谢大家拢关心嘛，支持啦吼。我想啊，足侪人也未看到这次电影吼。未来有机会的时阵，哈、哦，拜托大家用行动来支持啦，哈、哦，政府是不是爱补助这个代志，哈、哦，甲咱的政府，啊、哦，或者是讲咱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这是过来争取，哈、哦，过来争取的代志，哈、哦，混为一谈，哈、哦，是足恐怖的，哈、哦，我甲大家提醒啦，哈、哦，其实。台湾人即马是台湾民进党执政，即马是台湾的政府啊、哦。那么台湾政府有一个官员，伊的态度或者是讲伊的想法无共款，无代表讲这个政府啊，无、哦、应该替台湾做一寡代志啊。那么政府的补助哦，坦白讲哦，不但应该爱加强啊、哦，甚至我感觉讲。不是干那补助，政府来带动来拍动应该啦。哦，为什么哈？因为电影无像大家想的遐尼简单啦。哦，这个，参照我迄个制作电影，其实已经是足侪人来看吼，足侪支持啊。哦，伊也是这个了钱。哦，啊了钱不要了钱吼，我了钱不要紧，但是我了钱我都搁拍后一出无。哦，有法度一出接一出无。哦。这拢是足大个问题啦。坦白讲，一方面，咱有对台湾的理想，哦，台湾的价值、台语文，哈、哦，坚持，这拢是足对的。但是有法度，有法度永续来经营，哈、哦，有法度，和这个，哈、哦，搁较，过去无关心的人拢来看，哦。这才是最重要的代志。我希望讲，咱山顶的好做者朋友啊，爱想这个代志，哦啊，所以拄只我那有几个讲哦，有迄、那个真好的故事啊，或者真好的剧本，真侪想法，哦。我拜托大家，因为即马在你山顶嘛无方便讲，我即马甲大家讲一个地址哈，讲、哦、台北市哈承德路四段235号，这是我公司的地址哈，哦，大家来记也蛮好。啊，若无，大家就去看探台湾的脸书 Facebook， 哦，足简单嘛。其实，即马即个社会，我逐工拢有收到足侪少年囡仔，因有一寡想法哈，因寄来，也是因的作品寄来，哈、哦，这拢足简单嘞。其实这无啥，啊，大家若感觉讲有这个想法，哦，
啊，但是敢若有想法，敢若啊，就是讲敢若有小说，有文本吼、哦，有文本吼，敢、哦、就有法度变做一个电影吼、哦。其实吼、哦，要搁一段差99尺，要搁足远足远个啦吼。哦，要搁足远个吼。啊，所以这个现实的问题，我那个予大家理解。啊，多谢这个美玲姐吼、哦。其实TVBS 的代志吼，拄好顶礼拜。阿扁啊，再招我去访问吼，迄集大家人去看吼，讲得真清楚吼，应该嘛毋是讲我要关 TVBS 啦吼，迄是咱的法令内底吼，TVBS 已经吼已经违法，所以有可能爱防罚款，或者是防有可能爱关起来吼。伫迄个抗战的时阵吼，当然我是真坚持即、這个部分爱处理吼。其实我可能一寡朋友大家唔知影吼，那是讲台湾政府的新闻局长吼，我是唯一哈、哦，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读新闻系，而且是媒体出身的。我是对我相信我应该对媒体应该有相当的了解跟感受哈、哦。啊，对台湾的价值的坚持啊、哦，甚至讲。是来讲台语文来讲吼，伫立法院有法度用全台语质询的，我应该也算一个吼、哦。所以这个这部分阮拢有相当的努力甲坚持吼，这请大家放心吼、哦。啊，但是那阵是转来到讲台湾电影的发展吼、哦，这有市场的经营，或者是综合的这个想法吼、哦，可能无法度直接一一甲大家回答吼。哦我总是较希望大家了解，就是讲，做一个台湾人，吼、哦，即马世界，吼、哦，当你注目台湾，即、這个其实毋是今年的代志，是即几年世界拢咧看台湾，吼、哦，即个美国甲中国的关系有关系，吼、哦，即个中国的扩张啊，以及美国，吼、哦，伫世界的政治情势。啊、哦，因必须爱做诶，足侪民主诶价值也好，吼、哦，即、這个区域诶势力诶平衡也好，即拢是足重要。哦，再加上乌克兰，哦，乌克兰甲即个俄罗斯诶战争，哦，所以大家拢关心台湾，哦，大家关心台湾诶时阵，台湾诶声音、台湾诶故事，哦，台湾诶种种，要安怎透过这个各种的方式，让大家理解。哦，电影是其中一种。哦，曹新成啊，因即马咧拍片，这个华语叫做认知作战。哦，这个 fake news 的这物件来处理哈、哦，这足侪拢足重要。哦，啊，这种需要靠大家来拍片。哦，所以这个拄则有一位有路线的先輩要提到这个《经济学人》哦，是安怎？伊内底讲个流氓故事哈，是安怎？哈、哦，伊是讲台湾做这集的专辑哦。我想这拢是讲表示讲这有偌重要哦，这有偌重要哦啊，所以即个种种好，大家啊，伫、哦、每一个啊，伫、哦、海外也好，伫台湾也好，伫政治界也好，还是讲伫电影。甚至是讲，伫个上前线吼，伫个各方的努力哦，各种方面也好吼，大家共同来拍拼。今仔真欢喜吼，歹势可能无法度一讲，大家拢回答着吼，但是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啊，甲大家伫遮甲大家报告啊，我大家大部分拢伫北美嘛吼，拄则有一位伫日本啊包括在七月份，日本在四月份，澳洲有一些国家是在九月份，在这几个时间点有机会，这个带着电影，再有机会，大家如果有时间来支持，我们再好好来说，感谢大家，多谢，谢谢。文弟兄，我打电话出来，再来买一本这个经济学人，我寄给你了。啊，免我有，伊欧美版甲亚洲版定啦无共款哦。哦，安尼哦。有当时啊，
阿威版有，有当时啊，亚洲版有，无啥，有当时也无共款。你的地址搁甲讲一遍好无？马健，你这书系书，这是公共的场所，地址书底下迄个美玲会使甲迄个文弟兄讨，吼、啊，咱卖伫公开的场合，咱就卖讲这個。我地址搁讲一摆，不要紧吼。但是台北市承德路四段235号，但是用行的上班呐，哈、啊。你看咱会使去，哦，脸书你知影无？哈、啊，脸书迄个 Messenger 哈、啊，你找姚文迪还是探台湾？你甲找出来，然后甲翕页吼，翕好我就会使啊啦。啊，你歹势，我你讲，你无你的 email 好啊吼，这个 economist 会使，我会使上网去找，我再 email 给你。呀呀呀！这迄、那个不，迄、那个美玲拜托，这项代志交予你，你好改。OK， 好，啊，咱大家吼，过来甲迄个文弟兄泡泡啊，多谢一个，真正今仔足多谢伊来吼。啊，咱今仔日来参加的人嘛，不止遐侪，真多谢文弟兄。啊，即马台湾已经超过12点嘛，吼。啊，咱这個 meeting room 未随乖啦，吼，所以你若中午有啥物问题，恁阁会使。留落来啊！迄、那个文弟兄阵需要休困吼，会使先落线吧，紧。